松掉都太用力了。这个整个弓起来太用力了。所以你这个弯曲是要手指头往前延伸，每一个关节太硬了，每一个关节往前延伸，往前延伸，往前延伸，这样子，这样会多。好像你们做饭那个擀面皮一样，有没有？擀面皮它卷上去的。所以你这个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样做。你看，延伸。先延伸，延伸的时候后面每一个关节都要开，都要延伸，延伸再弯曲，然后后面的关节都要跟随，都要跟。都没有延伸。你这都硬掉了，所以不能做这样子，你看哈，不能做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，这都是局部关节的活动，它没有开，看不懂？哦，所以你是延伸，你看。延伸出去，后面都延伸，然后再走。这个时候，每一个关节都在被往前拉。啊，去体会，太用力了。